旁边的上届引导、上届辛苦的阮的幕后 DJ 老师哈，来伊望间呢，伫咱的会议当中呢，所安排老的滚滚天上的美乐蒂，规划了咱在座所有咱的好朋友有个最愉快、最愉快的晚间时刻哈，谢谢辛苦你了。来伊望间呢，伫咱本来上哦，担任着咱的主持本会部分，伊的身为小平，大陆叫我细管的啊哈，细管的为大家来做服务，细管的在送下车。如果伊望间呢，伫咱的舞台上，那有讲话四眼听见的所在，阿毛咱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多多海涵关照。好，咱的好朋友来多多甲小妹批评指导，有你批评指导，小妹只好搁较进步一点吼。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咱咧讲春日的话，我是出开，我也带我来去看四姑娘啊，一定爱看对阮豪华的舞台上来。舞台上面安排着咱的青春第一棒，来介绍的阮今天呢，来自我们台中的小辣妹安尼啦吼，来介绍我们的星儿。今天舞台上面安排我们第一首非常棒的歌曲啦吼，来安排迄个就迄个过年晚礼啊。啊，是就安尼，安排好听的歌曲，欢迎黄丽，谢谢。来介绍我们台中来的小辣妹哈、哦，嘿，耶、yeah ，来哦，马尾滚滚，专场必选的节目，在咱的芦荟，咱的面雕，咱会场当中来个做进行。来呀，穿着咱姐姐送我们的好朋友，大家共襄盛举。嘿。这一段美丽，歌声是还是无用？马路边，你头的眼睛，清楚在变的关系。嘿。你是不是不愿意？拒绝吧，我爱你，但是不爱你。好似故事不曾结局，来来来，是为了公平，我可有我的秘密，不爱是不为情绪。我不为你，我为你，我为你，我为你梦美丽，我为你感觉几次告诉的秘密。来，给你掌声！欢迎来到在座所有的好朋友，有个愉快的晚间时刻。带着我们台中的小辣妹哈，来我们的心得，你们的好朋友来上街，做来个积极，再来讨一收获在旁边。桂林话好听，嘿。这一段回忆，说在心里的是不够重要。Thank you.
奇怪。